这是我，我有爸爸妈妈，我有弟弟，没有哥哥。这是我，我有爸爸妈妈，我有哥哥，我有两个姐姐。我有爸爸妈妈，我有哥哥弟弟，我有妹妹。只是我，我有爸爸妈妈，我有哥哥，没有姐姐。你好，我叫 Groovy Polly， 我现在要教你这首歌的动作。这首歌是我爱我的家人，所以第一个动作是我，我，我，你会吗？我们一起来，我，我，我是 me， 爱的意思，我。第二个动作是爱。爱，爱是 love 的意思，爱，爱，我们做两个一起好不好？我爱，非常好。第三个动作是家人，我先教你家，家是这样，家，家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家。那如果我们说家，家就是 house， home 的意思。可是呢，家人是 family， family。再来一次，家人，家人是 family。所以这三个我们一起来练习好不好？我爱我的家人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有，有，有，
有是 have 的意思 ，have。再来一次，有，因为你有这个人，有这个爸爸，有这个妈妈，所以我们说有，动作是这样，有。那如果没有，像你没有弟弟，没有妹妹，那我们要这样，没有，没有，刚好是相反，有和没有，没有，可以吗？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对了。最好玩是我们家人的动作，第一个是爸爸，爸爸，因为以前爸爸都留胡子，胡子，所以我们爸爸的动作就是这样，爸爸，假装有胡子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是 father 的意思 ，father， 爸爸。太简单了，再来我们学妈妈的动作。妈妈是 mother 的意思，妈妈 mother。那妈妈是女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女字的动作。你看我的女，像不像这个汉字啊？女。所以妈妈，妈妈是抱 baby， 你看妈妈抱抱一个弟弟一个妹妹，妈妈妈妈，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妈妈，这个是哥哥，哥哥很强壮，哥哥哥哥哥哥是 older brother 的意思， older brother， 哥哥哥哥。还有弟弟，弟弟是 younger brother 的意思，弟弟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弟弟的汉字上面有点点，所以我们说弟弟，而且弟弟跑得很快，弟弟跑得快快快快，弟弟。非常好，我们做了爸爸妈妈哥哥弟弟，还要姐姐，所以姐姐和妹妹也要用这个女字，你看女女，所以姐姐，因为姐姐喜欢跳舞，所以姐姐是这样，姐姐姐姐姐姐也很高，高高的姐姐，姐姐，姐姐是 older sister 的意思， older sister， 姐姐。那妹妹呢？妹妹是 younger sister， younger sister。我们给你们看，妹妹的动作只是这样，妹妹，妹妹也喜欢跳舞，妹妹，妹妹。姐姐妹妹，所有的家人都学会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唱这首歌。 Groovy Polly 告诉你还有一个秘密，我喜欢打鼓，所以这首歌里面有打鼓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所以打是打打打，是 hit 的意思， hit， 鼓是 drumsDrum 的意思，打鼓是打鼓打鼓，对，打鼓是 drums， play the drums。 那么多动作你会吗？我们来练习最后一次。第一个是我爱爱家人，家人有，没有，爸爸，妈妈，哥哥，弟弟，姐姐，妹妹，
打鼓，突突突突突突突，非常好。我爱我的家人。再见，小朋友，再见。